5月10号起哈、啊，要在开放第七类跟第八类来施打。现在是开放第一类到第六类，还有外加在第一类到第三类的一个同住家人。听到了没？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还有国军们，你们可以打疫苗啦！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，下周一开始，公费疫苗扩大到第八类对象，都可以施打牛津疫苗。目前牛津疫苗的库存大约还有24万剂，国内已有73988人都打了疫苗。不过看到大家对牛津疫苗不是那么有信心，疫情指挥中心也派出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淳，用韩国施打牛津疫苗的最新资料，向大家说说60岁以上长者接种牛津疫苗还是利大于弊的。打一剂的 A 剂就保护力就可以达到86%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打了第二剂以后，这个我们的保护力会更加提升。还是呼吁，国内的包括我们即将要开放的这些长者，也是应该早一点来打这些 A 剂的疫苗。跟我一样哈，我也是60岁以上，啊，这样打，那效果应该现在像我就有可能，我已经超过14天，我跟张教授可能都有86%以上的保护力了哈。符合 COVID-19 疫苗第八类的65岁以上长者，预估有348.5万人，这么多。依照过去施打流感疫苗的情况来看，平均有52.5%的长者有去打疫苗，施打的意愿比较高。预期开放到第八类对象打公费疫苗，有机会引发一波强打潮。我相信还是会就比较多的人要打嘛。我终究就是要根据供给量去做提供嘛，哈。那所以大家要打的也就不要心急，反正这一批打完的话，那还有下一批就会来哈。国防部也在下午宣布，军人可以用疫苗接种假去打疫苗，而且不影响个人休假。也就是说呢，符合资格的20.8万名国军们，你们赚到2天的假啦！提醒大家呢，有意愿去打疫苗的话，可以上网先预约，或是打服务专线预约是打疫苗。打完疫苗后也先别急着走，至少要观察30分钟，都没有异状再回家好好休息。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带着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卡跟老板申请2天的疫苗接种假。2天的假是包含施打当天到隔天的24小时。不过因为疫苗接种假并没有强制雇主一定要执行，医师工会认为这样不如干脆就请病假，至少病假还有半天的薪水可拿。假越多对雇主当然是不利的，那所以请雇主这边能够体谅，那当然能够发薪水，那当然是最好，当然也可以请病假哈。另外呢，立委陈玉珍也在今天上午质询时提出，可以把疫苗接种假作为病假使用，但不列入一年只能请30天病假的上限，这样劳工就可以拿到半薪了。好，那在不增加大家的负担的情况下，病假那把病假天数就是可以外加了。那这样他又可以，如果这样他就这个防疫劳动假他请的时候，那对他其他病假也不会有影响，那他也领得半薪，我就可以跟劳动部再来谈一下了哈。哇，看来要是等阿中部长跟劳动部谈妥的话，打疫苗可能真的就是利大于弊，不但请假能拿到半天的薪水，还可以避免病毒早上升。请大家就是如果能够打，及时赶快打，我们不见得要等到说要过期的最后一天才拼命的来打。